想起了小时候，睡觉前洗了灯之后，偷偷点亮了睡的被窝。也许你也看本上说，东风星点亮了宇宙，想象中我飞过了星空，幻想着那许多。
到世界每个角落，跌跌撞撞不算什么，想到困了真的跌进了梦。青春就算受一点伤，还是要去闯，我是自己的未来，是自己的光。有时当我有点寂寞，我看看身旁，直到还有人懂我。就这样我们成为那边稍微站一小步，一小步，来过来，这边光会更好看。嗯，好的，那我们还是要分别来打个招呼。从哪边开始？好的，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火箭少女丽的付晶，很开心来到这儿，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火箭少女丽的萨尼亚维琴，祝大家新年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火箭少女丽的小七濑美云，新年快乐，恭喜发财。Hello， 大家好，我是火箭少女101的杨超越，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火箭少女101的 Yami， 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吴宣仪，大家新年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火箭少女101的杜奥娟，祝大家新年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子宁，祝大家新年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咪咪莉李子婷，祝大家2019年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小彩虹徐梦洁，在这里祝大家2019新的一年事事顺利，新年快乐。是的，欢迎各位。其实各位成团之后的首秀是在我们湖南卫视的毕业歌会，没隔多久就半年了，又回到了湖南卫视的舞台，而是更大的舞台。这次再回来，感觉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自己感觉？队长发言吧。来，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希望你们有看到我们这半年的进步哦。是有的哈，有有没有？有，必须有。有的，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我们一定会继续加油的。我们一起支持火箭少女101，好不好？是的，而且在19年，我们很多人都很期待的各位的飞行演唱会要开始了，是不是在筹备了？对不对？是是。到什么程度了？有哪些可以透露的情报没有？在这提前给大家预告一下，可以吗？哇哦，我们这几天除了是准备这个跨年演唱会的排练，然后我们还利用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在排练我们的演唱会。对，这几天也是加班加点的，希望可以给大家呈现一个很好的舞台，然后大家期待一下喽。我们第一站呢是1月12日，是上海，在上海，对，然后第二站呢是1月19日，是在广州，然后最后一站呢还没出来，敬请期待。哎，要是在长沙就好了哈。是的，哦，想得真美。不过说说我们现场很多人的心声，对不对？大家争取争取哈。那今天呢，我们湖南卫视还有一位特殊的朋友要来和你们互动一下，来来来，大黄，是我们不要走步就看了，来到台上。
欢迎我们湖南卫视的快乐执行官大黄同学。大黄，大黄。哦，大黄真的福利好好，每次上来所有人先要巡回拍场。哎，大黄你算老实的，只击掌，哎，应该要拥抱，对不对？你想得美。哎，刚刚看完了我们这个一零一带来的精彩舞台，大黄自己准备了个舞蹈要带给你们。你在火箭少女面前跳舞啊？是的，敢不敢？来，没怂吧？可以哈，来。哦呦，来，你看，姑娘们都给你鼓掌了哈，已经开始了。你刚刚是广播体操？来得好突然啊，你大黄，来，这个动作是？哦，这个音乐有点熟悉。是要我们火箭少女一起来学吗？只要你乖，给你买条街。嗯。耶、yeah.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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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大黄表现不错哦。来，大黄不光表演，还给你们带来了礼物。来来来，大黄自己带来表示一下，各种礼物。看一下下，是的，哎，先打开给他们展示一下也可以，都是用心准备的礼物。各位也可以登录我们微博和抖音，搜索湖南卫视的大黄，就可以了解湖南卫视台前幕后一切的事情和福利。大黄啊，他也是，谢谢大黄，我们湖南卫视的这个明星啊，所以你都出周边了，对，这是大黄自己的周边给你们看。对啊，好好看，好好看。对，这个也可爱哈。对。每人一个，每人一个，来，这样，谢谢谢谢，这里都当大家看完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先放到袋子里面，大黄不许偷走啊，一口要留给人带走，好不好？好的，大黄准备得很棒，掌声给大黄，谢谢，好，谢谢我们大黄，来，袋子拿着啊，我们环保，我可以帮大家放到袋子里，拿好拿好，抓好，来来来，抓好，这里，抓，对对对，放心放心，你们会带走，来来，哦，你哇，这么本事啊，都放在一个里面了。先放这儿哈，好，来，我先拿下去，先放来来来，当我们走的时候拿了哈，是的、来，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一起在我们今年的跨年的这个黑板前面留念，我们也希望明年能够继续能够看到大家在这个舞台上绽放更好的光彩，好不好？好的，来，谢谢，我们一起去到、那个、因为这个背景稍微有点窄，然后我们所有的女生们看看怎么对，有一个好不好，来，我们请队长，稍等，我拿一下拍立得，来来帮我们一起来组织一下好吗？来，我们找一下位置，找一下位置。对对对，摆一下定点的 pose。来，我们来安排一下。那我就做坏学生吧。哎呦呦呦呦呦呦！来来，这样我们先请我们现场的各位摄像老师来，摄像老师来先咔咔咔。哎，来，各位摄像老师先疯狂留念。哎呀，谁要是教这么一般学生，真的是太幸福了。那我好好来，接下来交给看这里的派立德，再近一点点，看好了，欢迎我们的火箭少女一零一。好的，谢谢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来，我们一起来到舞台中央。对，那刚刚我们拍完这个照相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希望给一九年开一个好头，所以说最后的环节一起送一个一九年的祝福给大家，好不好？好，我们一起送、来，看看，我们一起先商量一下，先商量一下，一起啊，先商量一下，送一个什么样的祝福？那感觉你们在谋划很复杂的祝福，祝福太多，新年的鞭炮声马上就要响起。没关系，慢慢商量。看来你们设计的方式有点独特哟。看你们商量就很有意思，那边估计弹幕都炸了。各位，这是很认真的祝福。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准备好了。谁主要是？好 ，OK， 不得了了，不得了，各位准备好，三二一。祝大家可以在2019一起燃烧我的卡路里。这个祝福好，这个祝福好，对，说出很多的心愿，谢谢，也谢谢我们的火箭少女一零一，谢谢各位，谢谢，新年快乐，谢谢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谢谢，谢谢，好，可以去休息一下了，辛苦各位，谢谢，辛苦，辛苦，谢谢，各位辛苦。